最近网上出现互怼群、对骂群，腾讯是否该出手管管了？6月7日 ,CEO 来进军发现，在腾讯旗下的社交平台上有许多互怼群、互骂群出现，应该是网友自发组织的一种社群，但因为群友中许多人分为观点对立的两批人，因此群内的氛围并不十分友好，也经常出现国骂的现象，甚至有群友建这样的群就是为了互相发泄心中的不满。目前 CEO 来进军发现尤其是勇士球迷互骂群，最近这两支 NBA 球队正在进行总决赛，还有巴萨、皇马、恒大球迷对骂群、世界杯对骂群等等，以体育竞技类对骂群居多，也有麦当劳、肯德基对喷群、重庆广东对骂群等商业竞争对手，或带有地域歧视的对骂群，甚至还有人建了聋哑人互怼群，并用语音模仿聋哑人发声，尽管不知道说话的人是否真的为聋哑人，但这种消费残障人士带有攻击性的社群还是不要建为好吧。网友 @ 轮回不过离殇也在感叹，今天难道是互怼日？从早上的骑士勇士互怼群开始，逐渐的可口百事互怼群、抖音快手互怼群、腾讯抖音互怼群、肖崔冰冰粉丝互怼群、甲方乙方互怼群、文科理科互怼群，再到晚上一个直男女权互怼群。敢问下，现在人都这么清闲？不可否认，凡是有冲突和争议的地方，就可能会存在观点对立的双方互怼和对骂的情况。目前这种互怼群的存在不过是放大了这种存在，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但 CEO 来进军还是觉得网络上的戾气越少一点越好，不知道腾讯会不会出面管理一下这些攻击性较强的社群，或者能否至少屏蔽一下国骂这种不文明的用语。